你没工作，就是那天你看六安那些对，那天要求要不都上月来是吧？过马路这种南疆的要标标标嘛，就是那个靠太偏僻了，过那那里的不便什么多不呢？后边就那种的 FCPN 干扰我不能，因为那那不得不会说的，因为我就那我体要什么偏啊？我不，但那种就那主张的，他讲不落来的。wave pay 的库 ，wave money 的库人呢，后边呢，面边包嘛，那就要让我报备了，喏。但买 wave money 啊，呢，就是报备啊，来就洗碗，一样我提要办，就叫来天哪，不就慢慢的往那报备吧，人家说的那里，我这边来加人，喏。但买，就那我的库的内幕密码，的内幕啊嘛个，就那我库边呢，他当，阿妈我他当这边去的，喏。我他等那么，那等那么，我说，你他当那嘛。拉比小的所谓的，都照顾老外的对，我把压根弄不明白，说啊，就那这努力啊吧没，比如就那我们那个哈，苦情提拨呢，个把三年中那年的嘛，三年嘛办的中说，三年毕业对，阿没得嘛明白，说哦，拉小的对啊，三年毕业，三年毕业老古拉小的对，撇掉吧呢，大家们就那用基金那边，用基金那就那老老板嘞。路线呢？那就那路用钱路，因为有毕业嘛，那所以就那话嘞，那当年就有用钱，我就困难，变比较老毕业。但买就那标的路吧，南疆那嘛嘞，来钱毕业，阿龙松松是一批项目，那他就讲了，比南疆那家的结果和包括那他叫个云南抗敌的，比非常讲了，不如人家讲，人家一部比较体要的。所以阿龙就那话，面皮薄就不要管了，所以我就是来买烟火。生意呢都自然来弄都没样，包括说文章呢都看样的文章呢了，面还写对，就那话苗种咱苗种对呢下话，说阿龙就那的路也还一下咯，天要松，偏要呢就那朱砂比咯，路也松就那天要朱砂呢嘛。